你不用受任何打扰，就是你觉得谁你很觉得能会有分泌。嗯，他们在打量我们对吧？呀，碧晨姐，如果有人学你会背叛我们吗？绝不会，绝不会。肖哥，如果有人学你，你会背叛我们吗？我是觉得，你会抛弃我们吗？什么决定都是好的，我都好，没有决定。我们来逐一公布。金刚飞龙希望邀请的是红绿灯。哇，那炸了，炸了！梁龙老师和吴莫愁他们非常有个性，我特别想跟他们一个合作。要不要换？龙哥，哎呀，抱歉抱歉。OK， 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？我太惊讶了，我懵了。按你的心走，按你的心走，谁要去想？那个我替我老妹儿说吧，选择对我老妹儿呢，现在心里住着两三个人。OK，所以代表暂时拒绝，对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的心情，我觉得其实挺伤感的。接下来，红绿灯乐队现在只有两个人，分别是梁龙和莫愁。梁龙和莫愁希望邀请的是。小鬼，一个人，耶、yeah, ，我觉得合适哎。好，梁龙莫愁，帅哦，合适啊。王林凯哟，好球好球好球，好球好球，帅帅帅帅，妥了妥了，帅我，走啊走啊。但太适合了，但我舍不得甜心摇滚兔怎么办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对。那我可以等一下回答吗？不可以，回答要现在。我的天哪！我想去自由设计，我想去自由设计。啊啊！干嘛去？我啥意思啊？啥意思、啊？我干啥？我们商量。不用商量的啦，都那么强了。你就遵从自己的选择。我都好。小鬼，你的意见是？他们对你的邀请的意见是？去不去吧？去吧，合适，帅的。很合适，很合适，帅的，帅的。为什么不去呢？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帅的，换一个。什么决定都是好的。小哥，我长大了，去吧。帅，帅，小鬼加入红绿灯，拥抱一下吧。什么鬼红绿灯？我老妹儿惦记他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音乐上的欣赏欣赏。我们来这边，本来也就是认识更多的音乐朋友，擦出更多的火花。搞起来啊！搞起来，搞起来！可以啊，我们已经是一支乐队了，很完整的乐队。我真的不想跟小鬼一样，因为我怕我爱上他。去吧，我说去飞吧，他就放心飞，就没有压力，就不要好像是他自己离开的，他不要有这个感觉嘛。那没事，我哥哥我来说，你去飞吧，你不去外面看一看，你不知道甜心摇滚兔有多么的好。